你看看太空舱吗？咱太空舱大甩卖，快停下，我给你介绍一下。看看呢？看看，来，你要看哪个？你喜欢哪个停的？我要25平的。25平就是这个，咱这个整体占地面积是25平，没有公台。然后这个是长7米5，宽3米3，高3米3。它主体采用的都是铝板，它这个整重5吨半的抗震油防火。你进来。这个还是5重防盗的安全门。这门都是实心的。对，里面填充了保温材料，防寒又隔热。咱进来。外面风大，咱进来。这个进门就是插卡体面的控制面板，这个定制你民宿那个名的 logo 就行。然后你看的这边是干湿分离的卫生间，这是咱的床头柜，一会儿就安上。然后这边是智能马桶，然后这边是淋浴间，空间是非常大。然后浴霸、排风、照明全都是给你安排好。柜子，对，这柜子也是给你带的。然后这边呢，这个还能放一个小冰箱，没事夏天了喝点冰饮什么的。这空调还有地暖也都是出厂就给你配好了。这边中控漏液的玻璃能有效的隔绝紫外线，你不用担心冬天冷夏天热的问题。这个小窗户啊还能通风。它整个装修出厂都是你带好的，而且它是。